Thank you.
金属乐的现场，众神现场，那我们一来就来一个四桥分开，分开。分开，分开！下面将带来一首我们现在还正在制作的一首单曲，是献给
今天晚上的谜底献给我们谜底20周年生日快乐。同时呢也是送给我们自己 AK 今年也是20周年，成立已经20周年了，谢谢啊。在这致敬所有还在坚持还在路上的朋友们。好，下面一首歌，少年心气2020。
迷笛音乐节，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所有的人，才是最牛逼的。跟随迷笛走过这20年，然后呢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也经历了台前的你们，台前的观众们，一代一代，一浪一浪的潮起潮落。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舞台还将继续20年，继续40年，继续一切一辈子。借这个机会
在这也说明一下，刚才我们演奏的这几首歌也是，其实是我们已经是另外，我们除了 AK 以外另外的一个音乐计划啊。乐队的名字呢，就是刚才出现的那个 logo， 叫 NUD， 英文中文的意思就是不屈不屈服，中文就是它的英文的音 NUD。 然后呢，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带来 AK 的三首老歌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所有的人，谢谢围绕迷笛，围绕迷笛这个大旗下面大家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，谢谢。好了，下面一首歌《凝视》。
去凝视。说再见的时候了，下面我希望大家把最后的激情、最后的汗水释放出来。然后呢，也是 AK 最老的，也相信可能熟悉 AK 的朋友们也是最熟悉的一首老歌了，《黄金》。
啊。好了，跟上节奏，然后呢，还是大家注意一下大家的包，注意手机。好了，黄金时间。让我们在这个生日派对上走出来。好了，最后给我们介绍我们年轻的鼓手绿豆，他也是我们迷笛啊一五届的毕业学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下次见，再见。